今天这套公寓我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像阿辉这样子月薪5000块的普通打工人都可以拥有，我相信视频里面的老爷们也应该都很喜欢。走，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公寓简简单单就看完了，总结一下这套公寓呢有4大特点。第一，位置非常好，步行不到10分钟就能到奥牛天铁上，那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。第二点，性价比非常高，虽然是在奥牛曼谷最繁华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价格呢只有 Egamai Tong Lo 的一半哦。第三，景色非常美，这栋楼楼层比较高的一部分呢是可以看到湄南河景。第四，因为位置是非常繁华的区域，所以身边的配套是非常的齐全。阿辉给大家放这几个图看一下。怎么样？这么漂亮的公寓，大家喜欢吗？如果喜欢，可以找我聊一下哦。